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叫做刺刺水果。没错，而且今天难得怡莹不在，有没有？没错，我们来玩游戏给大家看。我们的 P1 呢是我们的摄影大哥，那只小小的不知道什么尖尖的鱼。然后 P2 是我，我是彩虹小马，也很可爱。然后 P3 是甜甜，那个什么大嘴鸟之类的。然后 P4 是我们的亚米妈妈，她跟摄影大哥选一样的动物。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刺水果，用我们的宠物刺水果。我们现在回给大家看吧。好，就有水果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拉着它去刺。啊，这样是什么意思啊？没知道，这个水果好小哦，好难玩哦，哈哈，吃这个香蕉竟然没吃到 ，yes， 地板那边有一点，还有什么？哇，跑到这边来哦，桌上，这太远了吧，桌上有苹果，啊，被甜甜抢先吃掉了，赶快去吃别的。还有西果，哇哦！哇，它这次的水果都好小哦。哇，对啊，为什么这次都没有大西瓜呢？还是躲在什么我们没看到的地方？不过彩虹小马好像很可怜，它的头一直被吃到地板。哈，好可爱哦，这个还没吃到。超级大椰子，被爸爸吃走了，可恶！我吃了三次没吃到，我挖一个大西瓜，大西瓜来了，不知道是谁吃到嘞？为什么你都可以吃那么快啊？还有什么水果在哪？到底有什么秘籍吗？大西瓜，哎，可恶，没吃到！哇，我掉到哪去了？是这个画面对不对？这边有很多的角色，可是有一些都要看影片或是花钱才可以把它解锁。后面还有很多很可爱的角色哦，但是我们现在呢刚玩而已，所以只有这种最一般的彩虹小马可以选。而且我刚刚优胜者，我觉得那什么我不知道技巧哎，反正就是你那个十字架一定要堆在水果上面，然后拉就会中。那往下拉长一点会比较多分吗？好像会，它弹比较高，刺比较大力吧，好像是这样吧，就比较多分，好像是这样，我也不太确定哦。好，那我们再玩一局，游戏开始。哇，那么突然，那么突然，太突然了吧？为什么我的画面在我的脚上啊？真奇怪。P2 是 ，P2 是我，蓝色的是甜甜，蓝色是我啊，蓝色的是亚米妈妈，绿色的是甜甜。后来是 P4 吗？我是 P1， 哎 ，P4， 对 P4。哇，那个为什么它可以装下去就全部？好像有一个大绝，但我不会用，不知道怎么用。没有，你必须要有大绝的出来，你就可以。给它摔下去耶！为什么？我也是，我的画面不在桌上。哎，为什么我一直回来？我的画面在别的地方，很奇怪的地方。甜甜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西瓜，吃香蕉，吃橘子。哪里有东西哦？有很多东西。在吃地板的。哇，大西瓜，大西瓜，吃香蕉。哇，谁吃到西瓜了？我吃到西瓜了。我的角色在哪里？他很奇怪。哇！哇，怎么一直有大姐？为什么这么大姐？它上面不是有水果吗？你可能吃到啊，要连续三个，那你可能要连续几个一样的水果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但是没有那么多连续的水果。
哇，你们一直吃地板上的？因为都在地板上，没有桌上。桌子上有啊。耶、yeah, ！我的爱情连赢了，我居然我第二名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玩的叫做刺刺水果游戏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就在下面帮我们点1000个赞，我们就会玩不同游戏给大家看哦。真人版的。成人版用自己的头刺吗？Are you sure？ 好，那记得下面帮我们点1000个赞，我们今天继续拍哦。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。那之后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